觉得雨健还稍微妆发了一下，是不是？雨健，你那个也是居家服是吗？嗯，雨健那很居家呀，就是一个白 T。T 恤，嗯。雨健，你是躺在了木地板上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是阳痿。躺在木地板上还得把脑袋竖起来。那头上再喷，得喷多少胶才不会变质？喂，雨健，你还在吗？喂，你又卡停了是不是？喂，哦，没卡，他动了，他动了。问你一下，你童年是怎么了？就是遇见过什么事儿吗？就是为什么你本身就是这么酷，对不对？没有，因为我这两天看电视，就老看到大老师，然后就郁闷了吗？是什么意思？太郁闷了，就是大老师背后那一面墙。里面的玩具吧，就特别想看清楚。所以雨健，你也是家里会有很多手办的人，对吗？对。雨健是想来我们家聚会，因为他喜欢玩具，对不对？嗯，看见那么多，嗯。